好，民调实力悬殊，其实为什么还是尤喜坤对上朱立伦呢？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呢，蔡英文是担任尤喜坤竞选总部的主委，这幕后大家要问的是不是其实就是小英担任幕后的引舞者，为他的2016来铺路？我们先跳过郭教授，我们先听听江委员您的说法。我个人认为说朱立伦事实上在升格的过程当中啊，他也一定有一些他的阵痛期，有像一些罩门在，比如说以我板桥公所来讲啊，过去可能同仁啊有多少的额数啊，那志工有多少，然后有怎么样的一些福利措施，有一些怎么样的作为啊，那现在毕竟区公所它的一个功能跟过去市公所的功能是不一样，那如果在民众没有很清楚的理解情况之下，可能过去是你的西东亚瓦特，他现在反而会觉得说你不尊重我。这会成为致命伤吗？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但是的确是困扰，的确会是困扰啊。现在没有独立预算吗？他没有独立预算哦，因为没有独立预算，所以基本上在一些操作上面来讲，我想以公务人员的这一块。可能他要更谨慎的去理解啊。那还有上一次呢，我们在教育界呢啊，有一些这个便当事件啊，可能在处理上面呢、啊，虽然是依法办事啊，但是在情理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更细腻的一些做法啊？那我想这些可能都是未来他必得去面对的一些问题啊。不过我要讲的是说。朱立伦他今天呢最重要的是以民进党蔡英文的处理方式的话，他只要成功的锁住让朱立伦呢不往外走的话呢，事实上他的策略就是成功的。但是我刚刚讲过呢，你要锁住朱立伦不让他出去，他今天人可以不出去啊，但是他的影响力会出去。并且最重要的是说他的整个整合呢是很快速的，虽然他决定的慢。但是呢事实上呢平常他就以他个人来讲，我想随时选举人是随时被检验嘛齁。那以政绩来讲的话呢，他又不断的在精进，不断的在扩大当中。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除非说能够刚刚讲过有一个什么大错我们没有发现，或者他自己没有注意到。否则的话呢基本上呢我想蔡英文呢，尤其我认为蔡英文，我跟郭教授一样的想法，他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中彰投这个地方。可是我还是要问问郭教授，刚刚要问你，就是让你再思考一下，你每次都说是因为尤喜坤啊经由初选出来的，难道幕后没有小英琢磨的地方吗？不，那个罗志镇确实是提前一个礼拜就退选了，那个初选啊。那确实那个时候陈明义刚刚讲的是对的，就是苏贞昌他就硬压把初选提前到12月19号嘛，那因为尤喜坤基本上知名度很高嘛，他当过行政院长，那这两个新人跑都来不及啊，只有两个月，那台北县那么大，所以罗志镇觉得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说你没有给我充分时间嘛，比如说你看台北市科批我们那个初选后来延后到将近五六月，蔡英文会不会是为了2016先来试？我这个东西就是新北市的部分试试，也不是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蔡英文还不是主席嘛，那他也不好发言呐、是，所以那个情况之下，就罗志镇坦白说他是心里颇有怨言呐、说我事实上根本没有机会展现我真正的实力。好，新北市的这场选战到底要怎么打呢？其实这个新北市长朱立伦在今天的市政会议上有特别提到一段呢、当然他是先来打预防针呢、就担心之后虽然他对赢对手非常非常多，就担心会不会引起所谓的遏制的选风。先来听听他的一个说法。当然选举的过程当中，尤其台湾一个非常遏制的政治文化，选举的抹黑或造谣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常态。但是面对这样的抹黑或造谣或不当的一些指控，我希望各局处要勇于的面对，勇于的驳斥。真的、好，当然啦，朱立伦新北市长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先他问的应该就是担心绿营会这样子来出招了吧。到目前为止媒体的报道哈、不管是风传媒等等啦，针对他岳父的啦，其实讲白了啦、几乎都是他们国民党内有关总统的初选的前哨战。你这是有所本。我当然是有所本了，不然怎么会有人拿到资料呢？因为那个资料都是别人给的嘛。不然风传媒怎么会有什么军火采购案的资料？那林志佳怎么会突然拿到资料？到目前为止都不是民进党出手的啦。不过这个问题当然在朱立伦确定要选新北市之后，
就暂时会停止啊。嗯哼，哦，这个当然就以后明年看他要不要选总统再说了。嗯哼哼，那针对这些可能刚刚这个委员有提到的什么三环三线啊，或者是公共托运一些政策，是不是会被检视？还是就是说只有在升格的这一部分有小小的争议而已？我觉得他的政绩、他的做法、他的整合出来的一些政绩啊，越被检视的话，民众会越赞叹他的执行能力。嗯哼，跟他的一个啊，对于这么大的一个他上任的时候，大概新北市的人口是380万上下，现在应该是突破400万了。是啊，那再者就是说，比如说对于一些重划啦，对于一些都市计划，我想呢，透过地震的一个合法的一些手段哈、那怎么样取得土地啊？比如说像昨天光二重那个地方啊，70几公顷啊，那再加上呢，像我们板桥呢，大概缠斗了20-30年的这个果菜批发市场。那再接着下来呢，像三重的果菜批发市场，这个对于一个城市都会啊，必要有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公共造产跟公共设施啊，基本上呢，它能够在过去的那么久没办法解决的，它能够抽丝剥茧的去解决。你就可以知道政策的攻防战啊，它的攻防战来讲，我会认为如果民进党呢越去检验它的话，我相信我刚刚讲过，以现在在新北市议会的这些民进党议员来讲，真的不知从何去。好，我们先休息，持续讨论，还有这个韶鹰的灭猪，甚至是锁猪计划，有没有可能成真？马上回来。锁猪了。